他缠绕的是公造寺至宝，造化红炉。桃儿，快来帮帮老夫，咱们齐心协力把它啄断，别让它穿透了红炉。 小心，那东西正在变化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 这股力量真了不得，这就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。救治的幻影，咱们还是以和为贵。纠缠不清。 这东西在保卫界木根虚耗红炉，坏孩子呢？是吗？早点给你个痛快！这就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！救治的幻影。 咱们还是以和为贵。敌了，就以奇珍万千给个一心同胚。看来是赶上这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真是个人妖，纠缠不清。 赶巧，别拦着我！啊，伤到哪里都能复原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只能暂时撤退了，跟我走。 怪不得仙珠这么恐惧丰饶孽物，听闻小姐，这头玄鹿，看来这未必。玄鹿看似能在转眼间愈合伤口，真相未必如此。也许它是从某个地方汲取补给。杨叔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怪物只在剑木附近活动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各位，瞧见那缠着造化，这下好极了，没什么能够阻挡。麻烦的家伙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！救世的幻影。 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快，孩子们，是吗？纠缠不清，早点给你个痛快。咱们还是以和为贵。交给我吧。 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！救治的幻影。
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是吧？疑了就好，就以奇珍万千，给一心同归。纠缠不清。 纠缠不清，早点给你个痛快，这就让你解脱，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 控制不住。
扩展版出，雷霆在此。是吧？仔细的修理修理。 出其不意，难无赦！快来人，只要吗？多谢。这就让你解脱，随徒弟一起消散吧！救治的幻影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找人来救。别浪费时间了。 我已被那家伙转变，你们快走吧！太不得人，就在……潜伏已久的药王秘传，竟在这个节骨眼现身了。不知那位太古有没有算到这一劫？恩公，你们要小心了。 选在这个时刻出事，一定不是偶然。是谁？等等，是你们啊？嗯，你们不是将军请来的客？是，好在各位来了。啊，各位，云气君驻守在此，裹足不前，星河的确引起了。那，好嘞，完成了。炉鼎，相见。
我不怪你无知，因为我们没能出生在剑墓出将的时代，见证那时的奇迹。但现在，我们还有机会恢复古之。我以为你有何高论，不过是些追求力量，再不做人的老套说辞。仙州先民与地宫同战，毁弃剑墓，设立十王司，划定生死。正是为了重新以人类的姿态活仙人。仙州之上并无仙人，什么丰饶神迹，什么草弄生死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不过是妖孽行止罢了。话不投机半句也多。太不大人，你已做出选择，您抛弃了力量，那是最愚蠢的选择。 向您展示仙人们曾做到的事情。时不我待，雷霆在此。不可这样，师傅，仔细的修理修理。 出奇兵，难无赦。
为什么要逼我亲自出手呢？这有悖我的毁灭美学呀！啊，罢了，看来要从内部崩裂仙舟。 还得用别的法子，哎，真可惜，还想多观察一阵子呢。既然领受了丰饶的恩赐，你们应该尝试着助毁灭的。 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，非常感谢。
停云小姐，是军团的人。她身上冒出的那团火又是什么东西？停云小姐的身体，她的身体又……杨叔，你见多识广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那团火焰，自称绝灭大军幻龙。这个名字，它是纳鲁克座下的七位大军之一，钟爱凡人的自毁。 言下之意是，那位天博斯的姑娘。我不这么认为。幻龙钟情于精神与物质双方面的毁灭，由心理。但庭云的言谈举止却不像是受蛊惑，或被操纵。若她不是原本的庭云，那更可能是幻龙的化形。杨叔的意思是？抱歉，三月七。 我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和希望。如果那……我相信这才是幻龙的目的。让我们应……难怪药王秘传掀起叛乱，他的目标一定是芥末。
时间症。那些情绪出现了，那就释放吧。你来了，该是偿还代价的时候了，时候到了。你以为变成这副样子就能逃得掉吗？我已经和你还有那个女人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是丹恒，我和你们的过去毫无瓜葛。丹恒，你以为换上另一副面貌，改成另一个身份，往日的罪孽就能一笔勾销了？要让你感受这种痛苦，丹恒，我要让你知道死的痛。哼，那可不行，今天你谁也杀不了通缉犯，因为你得跟我走。警员的跟班小子，哼，警员没教你审时度势吗？喂，你快走远些，待会儿刀剑无眼。你的模样有小心。别藏了，把真正的模样亮出来吧。你小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你身后这位可是身犯十恶逆，叛出仙州，掀起大乱，被勇士放逐的罪人，十名龙尊隐月君。仙州的只有猎手吗？既然如此，只能将你和他一同拿下，交由将军裁断。我听过你的恶名隐月君，真想不到除去星河猎手，我无意挑起争端，来到仙州只为确认朋友安全。狡辩之词，仅忧求欲，再说也不迟。让开！很好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明月，你恐怕再也见不着你的朋友了。他们此刻正身陷苦战。闭嘴！你也休想离开。再添把火吧，卡夫卡。阿仁，听我说，解开束缚。开始吧。
各位，听我说，住手吧。如何，阿任，你满意了吗？你刚刚做了什么？只是一点准备工作，好迎接大人物的大驾光临。景元，将军，二位久别重回仙州，却总是在些尴尬的场合，如念故人之交，应该早些通知我才是。我要做的事已经完了。嗯，完了。你们帮了仙州一个小忙，我很感谢。带这人走吧，这一次我可以当作没看见。将军，我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好久不见了，老朋友。我不是他。嗯，抱歉。你还不能走，因为你的列车朋友们正在林渊境里等你呢，咱们一同去见见吧。看，你的朋友正在和军团的爪牙作战，加快脚步帮他们。机不可失，时不我待，兵戈无情。
你可算是来了。我来迟了，这一路多亏福清的撑持。神策府送来的战报，剑墓最大的，据说绝灭大军幻龙的手段是令事物内乱自亡，他定是想要染指剑墓，广播兽瘟祸祖之力。我已有分晓。列车团的各位，我带来了一个人，你们一定想见见他。你是丹恒？不会吧，你是的。说来话长，三月。不是，你还真有隐藏的。好了，朋友叙旧的是，诸位抵达罗浮时曾言，列车团是为解决星河灾变而来。那是警员未敢应承，因为怀疑星河猎手另有图谋。如今看来，星河猎手确有图谋不假。他把各位送来，故意把事态扩大，好让各位与仙舟并肩作战。事到如今，诸位的诚意已无可置疑，罗浮欠诸位一份感激。但诚如福清所说，幻龙的出现令事态不再可控。身为罗浮将军，我不得不借丹恒的力量，也要请各位全力相助。罗浮之危机就算与星河无关，以我的个性也不会坐视不理。但我探索、了解、建立、连结，列车团奉行的开拓信条不外乎八个字：畏惧、险境、敌人、死亡，种种阻碍横亘在旅途上，能走下去的无名客屈指可数。前进也好，离开也罢，无名客的目的地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。就像在列车上决定目的地时，亲手投出那一票。丹恒，谢谢你，丹恒。我并非以无名客的身份站在这里，因为此行的来去，我受人摆布。但我会以驰名后裔的身份，完成我对罗浮的责任。好啊，大家和来时妙计没有，只有赌一把，赌驰名长老的半截退林之术，赌丹恒还能拾回龙尊。当年剑墓虽被地宫司命啄断，兽瘟祸祖的诅咒仍有少许残留。为了将之封印，罗浮请动不朽龙翼，在古代龙尊的主持下。啊，这雕像好像丹恒啊，难道说雕像上那人就是丹恒的兄弟？哈，少许相似罢了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硬要说起来，历代龙尊的形象确实相差无几，本代除外。现在驰名龙尊的继任者只是个袭名的小娃娃，没有继承。丹恒，你明白了吗？丹峰死后，罗浮的驰名已没有能办到此事的人了。曾守望剑墓的你，应该能为我们开启前往剑墓的道路。接下来就要看哎，之前就想问了，你怎么？哇，我有感动。南航，来到这个地方，解开禁制吧。我知道你会来的，他们放逐了你，但罗浮还是你，你是列车组的一员，丹恒。隐略君的，你的名字只是你作为云上武侠，你和慧影图形。大人也烟火小桌的灵性，我的竟是做我的骨骼，放任飓风从喉中。
雷霆的巨响，永恒心魂激荡，惊涛骇浪，胸口鲜血滚烫，淬炼出朝阳锋芒，我一身水底竟有这么多建筑，难怪典籍记载凌渊境曾疏忽之乱时，我有幸恭逢其盛，目睹过这一奇景。山已铺清，我在。你留在这里，率与纪元。倒也谈不上独自一人，还有朋友同行。将军，我们也愿随将军同去。是啊，将军。我，诸位。你们但前方的对手并非丰饶孽物，而是反物质军团的，你们有更重要的职责。云起军听令，我深入建物后，若海水恢复原状，便立刻撤离，重新。是。父亲，我不会说什么请亲自回来述职之类的话，你吩咐的我定不辱使命。有几分将军的意思。列位，瞧见这具美丽的肉身了吗？丰饶神迹，你让我看看。能用它做些什么？很好，就用这赐予仙舟长生的力量，为你们带来毁灭吧。幻龙以攫取剑木的力量为己所用，诸位，记忆剑木的剑的话，由我来击破他的肉身。开始吧。准备打枪了，是吧？真是大言不惭。妄想不以幻龙看来，各位亲爱的，小心三月剑尘不轻，早点给你个痛快。随徒弟一起消散吧，就这个幻影，听我号令，仙舟血战，事实证明这把囚笼区区藤萝一剑即可斩断。臭斩无赦，
让你解脱，随徒弟一起消散吧，就这个幻影，早点给你个痛快。交给我吧，听我号令，斩除孽物，荡平妖魔。都将以毁灭作结，丰饶与寻觅也不易。多谢。尽力剿灭这小子。
谎话，因为我还记得他的肉身。幻龙，你的阴谋不会达成。就这口气，真是大言不惭，妄想破。以幻龙看来，各位现在算有。小心，三月。及时的。别拦着我。这就让你几个随徒弟一起消散吧，旧日的幻影。斩出夜雾，荡平妖。试试这么多这道囚笼。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你看来是赶上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等。太好了，不慎为巡猎风笛，云栖必斩。
交给我吧。这份力量，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这就让你解脱，随徒弟一起消散吧，救这个坏女。幻龙，虽然你将我们视如蝼蚁，但能与蝼蚁打得如此有来有回，你可称得上绝。将军的意思是想再救救其他人，只怕你们没有机会。只是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怎么。多谢。这番不新鲜的把戏，不必再用了吧。斩除孽物，让你停妖控。多谢。别来这！是时候结束这场战斗。看来是感受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怎样。多谢。听我号令，仙舟许这就让你解脱，随徒弟一起消散吧，救这个幻影。这份命运很沉重，你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该出的难无赦。只要你不知道如果把仙舟将军变成一名虚子，罗浮会不会再来一次内陆？这样的毁灭比较有趣呢。你还想？